小平将参选台北市议员，惹出不少风波。班社自于小平脸书，娱乐编导美综合报道，新北市党部主委于谦女儿于小平将参选台北市议员，近来被冠上靠大富平，还因为受访时到惹恼了三立主播张燕京，怒轰他耍大牌。逼得李亚平稍早出面回呛，当天有人晚来。周刊网报道，于天在民进党会议拍桌后，于小平与女友其关系紧张，最后因为迟到受访惹怒了主播张燕青，直呛于小平，请问候选人知道是自己在选举，不是他爸爸在选举吗？怒轰于小平靠爸。于小平左起李亚平于天于愿琪于祥全一家人感情深厚。资料照，记者陈义宽社苹果报道。于田稍早回应说，当天于小平跑完场后很累，才去做脸按摩，后来也是有接受访问。他最近每天都早出晚归跑台，很辛苦。李亚平随即也还原当天情况，那天是于小平第一天拜票，一大早下大雨，各家媒体都到了，三立晚来没拍到，要小平补访问，强调后来也让三立补访，没有靠爸耍大牌，关键主因三立晚来。